같아요. 20日深夜，本分局接获周姓被害人报案，表示其经营的龟园有15只象龟遭窃，估计损失新台币200余万元。本分局随即组成专案小组，扩大调阅路口监视器，并持搜索票赶赴台中洪贤住处埋伏监控，并顺利查获，在其住处取出赃物象龟8只，赃款新台币20万元及犯案工具1批。同日，专案小组发现网路有位蔡姓卖家po文贩卖7只象龟，原警佯装买家与蔡男相约至指定地点交易。经询问象龟来源，蔡男表示在不知情情况下向洪姓窃嫌以新台币22万余元购买，随即当场将蔡男及现场7只象龟带回。本案共追回15只活体象龟，全案依窃盗罪嫌，已请台南地检署侦办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ouTube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。但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。这个 App 好贴心，中天的新闻、直播和节目全都在这里面，一次满足。